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客制化我们的百家姓，使用我们的戊金胶膜。那我选择我们的姓氏是用李，因为我姓李。那我所使用的平烫机呢，使用的是我们 A4 抽屉式平烫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将我们的戊金膜料摆上去，把它烫印的位置。好，将我们李字粘上去，因为我们有用一个人表膜，把它推进去。好，一样下压，倒数15秒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好，已经烫上去了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它们膜料还在，但我们要等它冷却才可以撕除哦。已经冷却了，我们可以撕除。看到这个镜，很亮，非常亮。完成，里面金跟金箔一样，很薄的一层在上面，但是牢度很好。